緊張啊，都少緊張，緊張帶點興奮咯。因為一嚟好耐冇現場唱歌啦，二嚟都好似係第一次連續唱咁多隻歌，今次都唱五六隻歌咁樣咧。咁以往可能譬如一啲音樂嘅 show 演出或者 concert 都係可能一兩隻咁樣，咁所以今次係似係一個音樂上嘅自己嘅馬拉松，比較長啲今次嘅場，但係好興奮嘅。點樣備戰呢個馬拉松？點樣備戰啊？我好早之前就做咗 band rehearsal， 但係因為呢排即都係拍劇咧，即係譬如可能以前都會特訓下咧，唱歌之前練下氣跑下步，但係呢排都冇乜時間做啦。個特訓可能就係休息下呢排，睇可唔可以盡量抽到啲時間瞓下覺，即係補充下體力，咁樣可以有一個好啲嘅狀態咁樣。係咪都係叫第一次咁大型嘅户外場？户外都係啊！如果真係一個以音樂節嚟計，今次都係第一次。之前可能做過户外，但係都係啲 countdown show 咁樣，咁所以係好期待嘅。係咪有驚 solo 嘅機會？我當然想啦，即係自己做咗好多音樂咧，即係有啲歌我寫出嚟嗰時咧，已經諗我現場可以點樣去有一個咩嘅 arrangement 點樣去唱，因為可能同我錄音版係唔同噶嘛。咁但係可能就仲未有一個機會。係即係可以由頭到尾，即係成個 concert 係 introduction 啦，去到起承轉合啦，都可以自己有 input， 然後可以配合到，然後再將心目中嗰個畫面呈現俾大家。咁所以係都想嘅。因為阿 John 都話，其實希望今年唔知會講緊，即係今年希望做個人 show 啊。咁你有冇自己有向公司爭取啊？我爭取啊！我而家聽唔聽到啊？公開爭取。Hello， 係呢度啊，透過畫面話俾大家。Hello， 係啊。我想啊，但希望會係咩場地啊？希望係咩場地？場地其實我真係冇乜特別嘅話一個諗法，即係我覺得 as long as 我想多啲支持我嘅朋友仔可以入到場聽咯，即係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個舒適啲環境咁樣。有冇話咪今年都想達到呢個目標？我想啊。如果可以聽日都嚟啊，即係都想嘅，想盡，即係有好多其實自己都心急，有好多唔同嘅歌，譬如可能有啲 arrangement 或者有啲方式未同大家互動或者玩過，都想快啲可以俾到大家聽咁。想開户外定係户內？户內外都想開，但係户外係比較擔心天氣啫，即係驚大家可能冇一個最好嘅 experience， 因為可能落住雨嘅時候睇咧，又驚大家揼濕，驚大家病啫，係。落雨除衫就唔得咩？但我有阿姐頭落雨，我有 T 台有。唔係，下次可以户外就準備定啲雨褸，我派俾大家。我見阿 AK 今日喺個 story 都鋪佢啲喺冰上面嗰啲影子啦，咁你會唔會都嚇跟住你鋪下？係啊。我怕我鋪咗出嚟之後，大家覺得佢留得唔好睇啊！我為佢保留少少嘅，係咪先？即係我都唔可以咁樣即刻。擺出嚟我遲啲會鋪咯，即係都有拍低咗好多素材嘅。其實一開始咧都有拍過，譬如我之前咧做過一個自覺都幾難嘅動作啦，係關個嗰支冰球棍事嘅。咁跟住我都有問導演啊，我鋪唔鋪好？跟住導演都話留翻嗰一集出街先，俾呢個幕後花絮大家睇啦咁樣。咁所以我有好多收埋咗陸續咁樣俾大家睇嘅。你覺得你型啲定型？我唔喺度公開評論，我諗佢自己知道嘅。你同阿 Loka 都好做 friend 喎，變咗因為呢套劇都 friend， 其實同其他演員都好 friend 咯。而家即係可能大家年齡又相約咧，咁特別係即係有少少好似以前拍男排嘅感覺咧，即係一班人一對波嘅時候，就真係好似大家係隊友咁樣，咁又有好多共同嘅話題同興趣，咁同埋大家真係戰友咯，即係我哋每晚通宵或者好辛苦嘅時候，即係互相支撐住咁樣。拍劇呢樣都我覺得都係難得嘅，因為早幾日有位演員都講過一樣嘢，係我覺得都幾啱嘅，就係即係可能今次譬如呢十幾個演員一齊拍，遲啲可能下一套嘢我會陸陸續續見到一兩個唔同，但係再咁樣一同相同面貌嘅就真係可能冇下次都唔出奇，咁所以要好好珍惜呢一樣嘢。你覺得邊個黃冰嘅英姿係睇得齊你咁正？睇齊咋啦，冇話超越。呢個要啲時間諗下喎。唔係，佢哋大家都留得好好嘅，其實同埋大家都好勤力啊。即係咧唔使拍嘅時候咧，大家係真係會約去溜冰嘅，即係自己加操特訓咁樣噶。即係你
所以是大家都留得好好看，大家記住到時看冰上火花。你現在是變成溜冰高手，即是應該不識的。是，其實現在真的稱不上高手，之前是不識的，但是現在、叫做不用好像隻企鵝那樣，又說 不會好像跌跌碰碰那樣，那就希望不會耽誤到導演的拍攝。即是有時候因為他都有問的，啊，Ian 你接下來有一個這樣這樣的動作，或者要這樣做一場戲，你需不需要替身，跟住我都說，哎，你給我試一下。咁所以盡量都想自己真身上陣嘅，咁希望大家到時都睇得開心。暫時自評幾多分啊？你自評啊？50分啦，啊，仲有好大進步空間。因為我發覺畢竟溜冰同埋冰球呢個運動係真係要長時間浸淫出嚟。我問有參與呢套劇嘅冰球員咧，個個都起碼打咗十幾二十年。有一個同我講話，我問佢你打幾多年，我話十幾年咯，但係佢十幾歲啫。即係18歲，但係佢原來3、4歲開始打咁樣，咁所以其實真係係好需要時間浸淫。咁一見到佢哋打就真係睇到啊，原來有啲嘢呃唔到人，即係以為自覺個動作好似已經係盡量去模仿佢哋啦，但係一落場打佢哋真係好犀利。即係靠鏡頭。希望鏡頭可以有鏡頭魔法。但係頭先提到咯，話特訓啦，會唔會話都要易容下，費事俾 fans 認出，即係好多 fans 可能會認出嗰啲咁樣。咁又冇喎，嗰陣時仲要戴口罩嘅，戴住口罩。不過大家可能反而睇慣咗戴口罩嘅樣子，而家可能出街除口罩，大家唔認得嘅。可能你喎，因為睇慣咗戴口罩，睇慣咗戴口罩嗰樣。咁即係冇話邊一首歌你自己特別期待，覺得係每一首歌都好期待，因為當中有啲歌係其實有好多歌第一次唱 live 啦，亦都有啲歌係第一次有一個咁樣嘅編曲咁樣唱俾大家聽。咁所以都期待噶，每一隻都期待。啲人差唔多要準備啦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。